嘴。你是对婆婆她有什么不满吗？不管。弟妹为什么好奇这种事？在这里不敢不提。是不是跟你的生命有关？他听得懂啊，那答应了怎么办？现在是人来干。啊！乖，我走出来，走出来。之前对公司基本不感兴趣，现在却突然感兴趣。这让我觉得你要不好吃，他的口水不好吃。来，其实仔细一想，奇怪的人不止你两个。快起乖乖吃，要乖乖吃哦，哦，知道哦，好，快起好棒，快起来，乖乖哦，快起吃好好吃的，妹妹。乖哦，不然我觉得非常傲慢。这样吗？要出来，要出来，要出来了。是这样吗？其实我发现，两个人真的家人正在进行危险的扭曲比例。嘴巴竟然臭！我真的很担心。看爸爸回来了。啊？生气了！生气了！反正，当那些孩子的身份出现在公司，一切就会结束。要吗？哎呦，快脱离！小姐，你们没看没关系。